Ouais.现在继续开会，进行中央选举委员会人事同意权之行使事项，请宣读审查报告。行政院函请同意提名李进勇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并为主任委员职务，任期至2010年10月3日止。经提会议报告后，决定交本院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四经复议，并经决议，复议案不通过，照原作决定通过。本院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分别于108年4月11日及4月24日召开联席会议审查本案，会议均由召集委员张宏禄担任主席。除邀请行政院秘书长林孟彦说明，并请被提名人李进勇及中央选举委员会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派员列席说明与答询。与会委员于108年4月11日听取行政院秘书长林孟彦报告后，于4月24日继续进行询答、审查等程序，将本案审查文具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并推请张召集委员洪禄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四经复议，并经决议，复议案不通过，照原作决议通过。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张委员洪禄补充说明。无补充说明。报院会现在对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被提名人同意权之行使进行投票表决，有关同意权案之相关事务工作，依均循例办理，设置圈票处4个，票轨2个，由各党团推派一人担任投开票所的监察员。因为在投票表决之前，做下列2项宣告：一、投开票监察员由民进党党团推派郑委员运鹏，国民党党团推派，国民党党团不推派，时代力量党团推派高鹿已用委员担任，亲民党党团不推派。二、投票截止时间为下午4时整，如全体委员于下午4时前均已投票完毕，则提前开票。现在请工作人员布置投票所，并请投开票监察员执行监察职务。好，开始布置。对对。已经很客气了啦，陈委员，已经对你很客气了啦，陈委员。现在，请投开票监察员执行监察职务，执行监察务，请监察员清点票轨跟票数。
青年好了，可以宣告。单位为便于领票及投票，领票时请各位委员分区领票，编号第一号至第六十号，至第六十号，我这套进来。请至南区领票，编号第六十一号至第一百一十三号委员，请至北区领票，投票时。两侧花园台各设有一个票轨，均可投入。现在请各位委员开始分区领票及投票。好，那就开始了。来啦，教授啦，买你卖给他等哦，你给他等过来，你讲哦，我对你无客气哦。你凭啥物你给他等？啥物人作弊？我来讲哦，你是卖新客气，我来讲，你是怪恶劣吼，你是怪恶劣。我来讲，当好朋友你卖加恶劣哦，我来讲，你卖对付我嘛，你对你安怎处理我不管。啊，你对付民进党嘛？对付主席啊，我来对付主席诶。开玩笑，大家拢是个朋友安尼玩，我较歹哦，我拢还叫。行使同意权是委员的权利，
请不要干扰投票的进行，啊，请委员不要影响其他委员的权利啊！我觉得全国人民都在看，啊，依程序进行的投票绝对是合法的啊！我们请各位委员尊重其他委员投票的权利，用这种暴力的方式，社会都在看啊，社会都在看啊！有些人坐在桌子上，这个不太像国会议员。我们希望国会议员要懂得珍惜自己啊！好，谢谢。
报院会因原设置票轨无法行使投票，我们请院会增设票轨。拜会，现在委员可以开始领票及投票。如果这边是蓝区，看一下两边都是蓝区嘛。开始领了，蓝区、北区，请蓝区、北区请领票。请南区的委员能够遵守领票的原则啊，不要破坏选票，这个算是毁损公务啊。
请各位委员不要羞辱议事人员啊、哦！请各位委员，议事人员是中立的，我们不应该对议事人员依照立法委员行为执行法啊、哦。我们如果对议事人员有攻击的行为，是属于违反我们立委的职权行使法啊、哦。我们请南区可以发票嘛？南区可以发票，好，来，请南区发票来。啊，南区，叫他南区开始发票。
我们南区请发票，但请各位委员不要骚扰阻碍整个的委员的投票。好，请各位委员不要互相推挤，我们依秩序投票，请各位委员不要互相攻击，哦，不要互相攻击，哦，请依秩序好好投票，哦，也不要破坏票轨，那个都是公务，哦，都是公务，我们请国民党党团好好的约束党，不要破坏票轨啊，因为那是公务啊，那是公务啊。我们请各位不要打架啊，请各位不要打架啊，依程序来进行。我跟你说哦。
边打。你们让大家回去。下放下放。院长，你不能这样子，你们没有阻止暴力吗？但是你们为什么？院长，你们行政团让我们这样子，你们行政不违法吗？你不能违法。哎，你干嘛碰我？不要这样，不要碰我啦。再会啦！你们不要这样，这是主席，你们拜托。那你们呢？你们维持秩序，下来我主席。尊重主席。没有，投票期间没有去散会。投票期间没有去散会。投票期间没有休息散会的啊，没有休息散会。投票期间到下午四点，到下午四点，投票到下午四点。就违法投票，违法投票。我们的投票到下午四点，这个过程没有散会，也没有休息，就继续投票啊。违法投票了。